que eu não vou. Eu interessa.跑到哪个小他的表哥，叫他一起不来。哦。 然后他看孩子在那，可就给的，不是不能，知道的吗？走走走走吧。哎哎，哎，坐坐坐坐吧。哎，嘿嘿，这小子长得挺漂亮，我看还是把他带回去，咱们有用。哎呀，用啥用？你想办有用吗？走走走。哎哎，等等等等，回去再跟你说。 哎，你不是要找你表哥吗？我带你回去啊。嗯，我刚在这边那些，我能忙些？哎，忙些？哎，你要找表哥就跟我们走吧，啊，小朋友。哎，走吧，啊。那里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叔叔不会骗。脱裤子。哟，还怕羞？ 怕什么？都是男子汉嘛。嗯，叔叔给你看看。嗯，嘿嘿嘿嘿嘿嘿嘿。
哟，叔啊，冷啊。哎，站好了，站好了，别动。你真像圆圆的阿姨了啊！关心流浪儿童嘛。哎，记住啊，叔叔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哦，啊！以后叔叔叫你干什么，你可得干什么啊！嗯，嗯，站过来。怎么样，好吃吧？这是烧鹅，广东的名菜，新疆的没有吧？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嗯，哎，弄你们在吃啥子嘛？问高斌老师啊。不，嗯，怎么那么长的名字？叫他阿布多就可以了。阿布多，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妈的，用哪的材料做的？新疆。新疆这么大，我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可惜那可惜死来的。你弄这个小饭桶是干什么呀？连自己的家业哪个地方不知道？哼，我给你找了个儿子，你还不高兴？到时候。你拉着他在大街上这么一走，整个一个鬼老父子，大家都围着你去看，我不就可以？嗯，来吃，喝啤酒。嗯，啊，来，嗯，来吧，吃烧鹅。嗯。钱包，阿布多拉，阿布多，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钱包是咱儿子捡的，我的儿子给你送来，我们怕孩子不听话，就追来了。谢谢，不用谢，不用谢。
işimizi buzdum. Senin kasa putunu kolu çıkıp yok işte. Kurtmalardan ne olursa ben bunu uğurum aynı. Ey o uğurluğallık emez tipoğalık bunu da. Kapam tipoğalık nasını ikisi koydum ben diken. Yeni ben bile tanıtısında biri bir kap. Sağla sağla. Sağla ba. Ey. Ce算今天练练兵。不过我告诉你，叔叔不能白养你。今天赚不了钱，你就得饿肚子，知道吗？行了吗？哎，走，饿他一顿，咱们解决肚子去，也让他长长记性。先生，你来了。啊，我想进的什么货？啊，把这个玉，这个。哦，先生可请识货，这是我们刚刚从缅甸进口的纯正的缅甸玉。哦，你看看这玉雕的成色。你可要识货啊？你先慢慢看着。啊啊。哎，老板，我拿去。啊，来了来了。好嘞，这个我们店里很便宜，2000元。怎么样？有兴趣吗？好，随便看看哈。我开价5000。5000？哎呀，太贵了。哦，这已经打了8折了，够便宜的了。你再想想。啊，到我这店买东西的，绝不会让大家吃亏的。怎么样？老板，我不要了。哦，不要了，不要了，太贵了。啊？也昂那么些，昂那么些。那我跟你不买呢。我们是比个，都是兄弟。算了算了算了，肚子饿了吧？羊肉串，叔叔讲给你的。我看他敬请你的儿子了。哎，奖罚分明嘛。阿布都今天有成绩，叔叔给你羊肉串，拿着。什么成绩？转过来。我太棒了。怎么样？这叫神不知鬼不觉，太好看了。让我们等等，咱们拿着。瓦克嘛，瓦克嘛，弟们，滚！这东西多少钱？啊，这个，至少5000。5000，买了这给我一半啊，亏待不了你。嗯。让我们等等，咱们拿着。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你坏蛋，你偷东西。坏蛋，我这坏蛋有酒有肉吃。你这个好蛋得饿肚皮。算了算了算了，睡觉去睡觉去。嗯嗯。睡觉睡觉。世上只有妈妈。
Thank you.
你要干什么？去去去去，到别的地方玩去。听见没有？他愣着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哎，这不是我丢的千手观音吗？怎么到你这儿了？哎，这不是千手观音吗？是啊。怎么在你这儿？小朋友，这是你捡的吗？啊？你这是在哪捡到的？哎，这孩子昨天好像来过，嗯，好像晃了一下。嗯。哎，小朋友，这孩子怎么走了？老板，该找你不破财呀、啊！还得送了礼啊！胆子真大啊！看你还敢不敢？我要爸、嗯、这秋千好玩吧？舒服吧？想妈妈了吧？只要你把路费赚出来，我们就送你回新疆。嗯、啊，我去。怎么样？娘，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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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我爹，我爹，喝了，放新疆的啊，两百块。你弄这个小饭桶子干什么呀？把他赶去撒。哎，我有个主意。什么？我认识个朋友，专做小孩生意的。认贩子？是啊，这小子可赚了大钱了。阿布都长得漂亮，又是个男孩，还说不出自己家住在什么地方，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你真有鬼主意呀！这也是为了救他一命嘛，咱们也得点好处。总算没有白养他。嗯，阿布都，阿布都，阿布都。
饿了吧？拿去吃吧。哎，这是哪来的孩子？是少数民族啊。这孩子啊，饿坏了。哎，怎么不见他父母啊？一定是小盲流、小乞丐。外地来的孩子啊，也有大人带着的嘛。去给他倒碗水去。哎。
那给你水。这孩子啊还挺乖的。嗯，李阿婆还忙啊。阿姨啊，你来看看这孩子啊不知道从哪来的。那天我坐船回来看见过他。那你没看见有大人跟着？没看见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是少数民族？哪个族？你爸爸妈妈呢？是个哑巴。唉，这么小的孩子就外出流浪。哦，这么多易拉罐，好好好好，哎，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爷爷还有我，哦，还有你的哦，易拉罐，啊，易拉罐，你的。在那儿呢。这孩子怎么睡在这儿啊？快去拿个盖子来。哎，别忘了带蚊香啊。先回去吧，我再陪他一会儿。这孩子这么小，在外面流浪，唉，真可怜。
要点什么东西啊？哦，吃面包啊。哦，叔叔给你拿面包啊。哎，来，拿着。嗯，哦，一个不够吃，两个是不是？好，哎，叔叔再给你拿一个，怎么样，这位？啊，嗯，嗯，叔叔不收你钱，叔叔不要。不是偷。对，我证明这是卖易拉罐的钱。哦，不是偷的，哦、是卖易拉罐的钱的啊。哎，叔叔不要你的钱。哎，以后想吃什么东西，尽管到叔叔这儿来拿，叔叔保证供应，好不好？什么？哎，好啊！哎，不是说他是小哑巴吗？我估计啊，他不懂我们的话，更不会说。哦，我说呢。来，都来了，来了。给。哎，阿婆，你在等谁呀？那个孩子怎么不来要吃的呢？咦，是没见着啊？哎，你先照看着，我去找找去。哎。睡在市场了，跟阿婆睡好不好？嗯，哎，乖啊。看你像个泥猴子，阿婆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嗯。来，老公啊，哎，给孩子倒水，洗个澡。好嘞。来，啊，水来喽！来，啊，好，哈气，啊，洗澡。哎呀，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打你的？怎么打得这么伤？是谁做的孽？这孩子来我们这儿之前受过不少苦，看烫伤的是坏蛋两个，快去拿点药来。哼，咱们今天就不洗了，我给你擦擦啊，涂点药，过两天了就会好的。不疼的啊。来，哎，不疼的。你是妈妈。傻孩子，我这把年纪啊，都是你婆婆了。阿婆，乖，来，孩子，阿婆帮你睡觉觉。来，睡吧。哎，包着包着。哎，包着。好，包着。嗯，啊，睡觉。咱们睡觉觉喽。睡觉喽。月光光，就得头，乖仔呀，奔落哎，咱Oh, my God.
大仔，好漂亮啊，是阿婆给你买的新衣服吧？嗯，看都弄脏了，走跟阿姨看电影去，你们新疆的电影。新疆？嗯，走吧。来，你在这看电影，阿姨要工作了啊。嗯，怎么不看了？电影不好看。想出去玩。我想妈妈。好，等阿姨工作完了，就帮你找妈妈。来，来，坐这啊。先吃根香蕉，谢谢。咱们这就给报社写信，让他们帮你找妈妈。嗯。救孩子，我是广州仔。说，我是广州仔。哎，我家住在东朗村。我家住在东朗村。我是新疆仔。我是新疆仔。我家在新疆。我家在新疆。鼻子，鼻子。眼睛。眼睛。阿婆妈妈。小调皮。我叫阿卜都尼亚子。阿嘟嘟尼亚子。哎，这名字太长了，太费事了。你就叫做靓仔。我靓仔？不是，我叫新疆仔。新疆仔。阿姨，阿都，报社来电话了，收了信后，他们领导很重视，还要派记者来见阿不都呢。哎呀，这就好了，要不啊，他妈妈在家不知道多着急呢。新疆仔，跟我们一块玩啊！哎，哎，别乱跑，早点回来。哎，都快成你孙子了。天那么高，天那么高，那么蓝，那么蓝，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蓝天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蓝天下。
是今年放不到天的大年。稻子熟了，大子熟了，黄澄澄的，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像铺了一地金子。Abdullah nın hədisi məktəb qıbası nurğunluğun pul getirdikən. Kiləri ilə Abdullah mı məktəb qıbası cək pul getirdiğə oxşaydı. Şunu pulunu işlətədiğən ordunumu cək qop qaldıkən. O sizlən qoncuq verib azıraq pul tepkiləydi gəlsi. Qara ufqam, aşında qısa bular mı? Buludu ədə, buludu. Yaxşı məsləhət qıbsilə. Bu yaxşı iş. Bas buludu. Ləkən qara, bu öyüdə işləq şünçü cək dursa, siz bir nəcəy saxlap duralarsınız mı ufqam? Ya kadar ben hem de kütüp duramayım ben. Kaç burun basam? Çünkü köp pul tapma emez mi? Bukam, o takımayı bir neçe ay saklap durma. Ya kadar hem de saklap duramayım ben kara. Ayakta bizir duran durma çiçilerim ba. Onu kımsan bulmaydı, hem de saklap duramayım ben. Nəmiş qıtır ələyəsə? Siz qalbsi çipər ələymə! Ay, ay, çay, ay, çay! Xalqadi, ay, çay! Açıq, apam qırıb dəb qoyayla. Gitmib qalay, apam qıtmaq, apam qısınız min bağımaydı. Hə, buldu da əmsə. Ürümçüq bağandıkən apamı telegram çətəylə. Qandaq bolam da?同学们，现在我们一起猜一个谜语，看谁能猜得出。好，谜语是这样的：说它像糖，它不甜；说它像盐，它不咸。冬天到处满天飞，夏天一点看不见。大家猜猜看，这是广州没有的自然现象，谁能猜得出？是雪花。这位小朋友说对了，是雪花。青年仔，阿布多，阿布多，这是广州日报记者司徒杰阿姨，她是来帮你找妈妈的。还认识我吗？咱们见过面吧。你认识他？上次我钱包丢了，还是他帮我找回来的。阿布都真是个乖孩子。哎，那个人不是你爸爸呀？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蛋。好了，别冻着他了。行了。哎，上个脚。哎呀，哎，好舒服啊！阿婆啊，又希望你找到妈妈，又舍不得离开你。啊，你这一走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呢。你们去新疆？去新疆？对。去新疆，好。哎，车来了，车来喽，哦，车来了，来了，走啊。阿布多，哈哈，阿姨接你来了。你们都来了，阿婆。来，试试这套衣服，合不合适？这是小李叔叔买的。这孩子衣服够多的了，还让你破费。还不赶快见见小李叔叔？谢谢小李叔叔。哟，你也叫小李呀？好。就穿小李叔叔买的这件，好，来试试。
哎呀，多好看呢、啊！来，穿上。四周同志啊，你想把他带到哪儿去啊？报社。报社？啊，你让他住在报社？啊，怎么会呢？可以住到我家呀。怎么，你还不放心呢？放心，放心。阿婆舍不得喽。阿婆说啊，这房子要看好啊，孩子们够了，孩子们都要关啊，孩子们工作不到。来，阿姨放，辛苦你了，回去吧，阿婆。哎，阿姨，路上小心啊。好好跟着阿姨啊，乖，乖啊。听话啊，再见再见，大家都回吧，回去吧。哎，阿婆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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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我不走，我不走，我要下车，阿婆，我要下车，停，危险，危险，好孩子，下车，别停，阿婆，阿婆，下车，阿婆，我不走，我不走，停车，不走，阿婆，你看他。阿波多，阿姨去了，阿婆也舍不得你走啊，可你这是去找亲妈妈。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你怎么能不去找亲妈妈呢？听话，跟阿姨去，等找到了亲妈妈再来看阿婆好吗？乖仔，走吧啊。再见啊，再见啊，阿姨妈妈啊，回去吧，再见啊，再见，再见，我来看看叔叔。司徒杰，王总在办公室等你呢。哦，我马上就去。啊、哦，王总。嘿，好，我们的小客人到了。来来来，坐。嗯，可惜我这儿没什么吃的给你。哎，有饮料，司徒，给孩子拿饮料。哎。叫什么名字啊？阿布都。家在什么地方啊？广州。东朗村廖阿婆家。喝吧，他呀已经拿东朗村当他第二故乡了。你以前那个家叫什么名字？新疆。新疆太大了，我是问你住的那条街或者那个村叫什么名字。你问不出什么的，他是在东朗村才学了几句普通话，他根本说不清楚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哦，还是请新疆驻穗办事处的同志帮帮忙，用民族语言跟他谈一谈。孩子到现在是什么民族都还不知道呢。请进。
请问，我是广州日报记者司徒杰。哦，那请坐吧。哎，请稍等一会儿。好。哦，司徒杰同志，您好。你好，你好，请坐。哎，那这就是个孩子。对。看他包子，要什么菜？要什么菜？那你呢？让他不要干什么？阿布杜尼亚斯。他的名字叫阿布杜尼亚斯。在维吾尔族哎？他是维吾尔族，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喀什噶。Aksu, yurtdan ısın badı, üyündü kimle ba, dadan, üzen depreki ne kanı? Dadan, apam, acam ba. Olanın ısınların depreylemse? Dadanın ısmı Niyaz, apanın ısmı Miyeser, acamın ısmı Yıldız. Tinh tadı köyün, haşanşı Nanjang Kuçayı dayırı.土耳地主任已经和阿克苏地区联系了，请库车县的同志帮助寻找阿布都的家。另外，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利用报纸舆论的作用，先把阿布都的事报道出去，再与新疆日报取得联系，发动全社会帮助阿布都寻找亲人。好的。哎，阿布都流浪的经过了解清楚了吧？在东朗村的一段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在东朗村以前，他受过哪些苦，有过哪些遭遇，他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看得请公安部门协助查找那两个人的下落。哎，对了，那两个人的面部特征我还有印象，可以提供给他们。还是由我负责跟公安部门联系。嘿，困了吧？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哎，再见，再见，再见。我们也试试一次，打个的啊。嗯。哎，坐过车吗？没有。啊，请阿姨请你坐啊。嗯，上去。啊，走。来，你在这儿画画，陪小哥哥做作业啊。阿姨给你做饭去啊。头抬起来点，sen demiş güzel nekte kaysan güzel nekte kendi çoğulata kaydı。妈，你看阿布都，他弄我的眼镜，还跟我说听不懂的话。你是听不懂，他呀说的是维吾尔族语。眼镜。哦，眼镜。他看你戴着眼镜好奇。来，阿布都，哎，别跟哥哥捣乱。你不是也想上学吗？要上学呀，就要完成老师的作业，要不然要挨批评的。嗯嗯，画吧。哎，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阿布都，阿布都，这是张叔叔。呵呵，这是我们家的小客人吧？啊，哎，叔叔啊，可是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这新鲜的羊肉。那哟，这肉怎么还带骨头啊？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今天要露一手，为咱们的小客人呢，做一个他家乡的饭，叫手抓羊肉。阿布都，看看像不像你们家乡的手抓羊肉啊？来，吃啊！哟，你怎么让孩子用手抓着吃啊？你又不懂了吧？这手抓羊肉啊，他必须得用手抓着吃，来，就像咱们广东人呐、啊、吃白灼虾一样。用筷子就不对了。坐坐坐。你呀，儿子还真没有白去新疆一趟。
那当然。来，想想吃饭。给你。谢谢爸爸。哎，不用。你的。哎。呵，还挺香的哈。嗯。好吃吗？好吃。王总啊，什么？哦，那两个人被押起来了是吧？哦哦哦，我明天带阿布都去认一下。哦，他挺好的，您放心吧。嗯，啊，再见。好，再见。警察叔叔在这儿呢，坏蛋怕警察叔叔。啊，好孩子，来，来，起来吧，好孩子。好了，不哭不哭，是阿姨的错，阿姨不该带你到这儿来，是吗？阿姨不带你到这儿来了，啊，你怕他们打你。是吗？不怕，不怕，阿姨陪着你啊，不怕。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觉？小翔，快睡觉啊，别吵。我睡不着。小翔，到那屋跟爸爸睡去，妈妈陪弟弟啊，乖。拿着。我看呐，还是我来陪吧。你还不是感谢那篇文章吗？那就辛苦你了。没事儿，来，叔叔陪你睡啊。哎，躺下去吧。嗯，阿布多，叔叔给你讲个故事好吗？嗯，我听说呀，有一个小孩子，他很诚实，坏蛋让他偷东西，他就是不偷，坏蛋打他，他还是不偷，真是个小英雄啊！不讲故事，不讲故事。好，不讲故事。那叔叔给你唱个歌好吗？你是妈妈。妈妈？我是妈妈。阿布都睡觉，妈妈唱歌。对，叔叔是妈妈。叔叔给你唱歌，阿布都别去睡觉好不好？嗯，
树高，我是一棵无人草。好，再见。新疆日报要以最快的速度转载，发动维族地区帮助阿布都寻找亲人呢。阿布都，你快见到妈妈了。不过也有一个坏消息啊，库车县是没有希望了。阿克苏地区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了，买卖提名专员还专门签署了动员全社会帮助寻找阿布都父母的传真电报。库车县没有，就一个县一个县的找。新疆真是太大了，中国的六分之一啊。好了，不费这个脑筋了，去带孩子玩一玩，散散心。去吗？去，走。玩了一天，收获可大了。我准备写一篇报道，题目都想好了，叫《不幸流浪儿的幸福的一天》。你们这是怎么了？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司徒，你爱人出车祸了。王总他们已经在医院了，他让你一回来马上就去第一医院。阿姨，怎么不回来？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为什么？他不想家吗？想了。他犯错误了吗？他把哈密瓜摔烂了，是吗？
强强，强强，该起床了。嗯，乖，再不起要迟到了。嗯啊，嗯，阿布多，阿姨，你看见那个新疆仔了吗？没看见。阿布多，哎，小朋友，买水果吗？嗯。哦，你不是报纸上登的阿布多吗？我买哈密瓜。哦，报纸上说你过得挺愉快的，怎么又出来流浪了？我买哈密瓜。看来这报纸登的都是假的。不是假的，是真的。我有广州家，还有新疆家，我不是流浪儿。好好好，不是流浪儿啊。哎，可是你这钱也不够啊。哦，没关系，叔叔送你一个，就算叔叔说错话，向你道歉好不好？啊。那个好吃。啊？哦，你还挺内行的，这个好吃。拿着。哎，哎，小朋友，你的钱，嗨！哎呀，阿布多，你到哪儿去了？阿姨到处找你，都快急死了！快回去，快回家去啊！快回去！阿姨，开门。偷的是捡易拉罐的钱买的。阿姨相信，好孩子，阿姨。我错了，我不好。你没错，没错。阿姨，我想叔叔，你叫他回来吧。阿姨也想，阿姨也想叔叔。这是新疆的记者在乌什县找到了阿布都的父母，在阿布都的家录的音，我们来听听。阿布都，听听是不是妈妈的声音？广州很好看，可不能给他们广州给死的给妈妈，妈妈在说话，我给死的给我给死的给我死的给Köptüm köprahme. Hatun ya! Çekil bana. Hayır, çekil bana. Hatun ya! Abdullah! Çekil bana.
新疆的叔叔阿姨为找到你的家多不容易啊，现在你的家都下了大雪了，冰雪把公路都封了，汽车开不进山里，他们就步行到你们家，这样才找到你的家的。我想新疆的妈妈。会叫你尽快见到妈妈的，司徒同志。嗯，马上写篇报道，把阿布都找到亲人的消息告诉全社会。不过在文章中也要提出一个问题，阿布都的家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乌什县，距广州有4000多公里，只是阿布都妈妈一个人来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我明白了，在文章中提出问题，向社会求助。Köpten köp rahmet. Balamını kutkuzup kapsıla. Bu feyşan feyşan da gençliğe niyon. Ciyolu o da hayazı.跟妈妈回去吧啊。嗯，别忘了阿婆。嗯，妈妈的婆娘。嗯，阿布都再见了啊。再见了，再见，再见啊。啊，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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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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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再见